湖南省简称湘，省会长沙。湖南总面积21.18万平方千米，东临江西，西接重庆、贵州，南毗广东、广西，北连湖北。截至2021年5月，湖南省下辖14个地级行政区，其中13个地级市、1个自治州。湖南省常住人口为6622万人，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6063亿元。湖南地跨长江、珠江两大水系，湖南是旅游资源与旅游产业大省，境内山水风光秀美奇特，历史文化底蕴深厚，民俗风情多姿多彩。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：淳朴崇义、勇敢善武、经世致用、自强不息。淳朴即敦厚雄浑，未加修饰，不受拘束的生猛活脱之性；重义即强烈的正义感和向群性，二者融贯，构成了独特的湖湘文化。近几年，湖南凭借着大力发展交通建设，经济得到了飞速提升。就在近段时间，湖南又传来了好消息，又有一条高速公路即将落户在湖南境内，这条高速就是桂新高速。这一项目途经地区，经济将会迅速提升。今天就带大家看看这条高速公路究竟会经过哪些地区，其中有你的家乡吗？第一位，新田县。新田位于湖南省南部永州市东部，东临郴州市桂阳县，南界郴州嘉禾县，西连宁远县，北交祁阳县及衡阳长宁市。新田总面积1022.4平方公里，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，新田县常住人口为34.36万人，地区生产总值完成98.37亿元。上世纪60年代末，新田人民曾因大办水利、改天换地的壮举，赢得了一代伟人毛泽东、南有新田的崇高赞誉。境内有福音山国家森林公园、古洞石羊、南国武当山、大冠岭古堡、鹅颈等景点，还有龙家大院、彭子城以及谭文熙等古民居。新田有2400多年的银杏树。新田县是国家卫生县城、湖南省文明县城和湖南省园林县城。第二位，桂阳县。桂阳县位于郴州市西部，桂阳总面积2973平方千米，截至2020年11月，桂阳县常住人口为70.93万人，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13.13亿元。桂阳自汉初设郡以来，立为郡、国、监、军、路、府、州、直隶州、县的重要地方治所，素有楚南名区、汉初古郡之称。桂阳县有释道衡、释佛成等佛教高僧，还有李思聪等文化名人。桂阳也有陆丰庵等众多历史悠久的佛教道场，以及小塘村等中国传统村落。桂阳境内有武广高速铁路、厦蓉高速公路、横武高速公路、桂道高速公路穿境而过。桂阳先后荣获和保持了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、全国生猪调出大县、全国产粮大县、全国蔬菜大县以及全国文化工作先进县。桂阳还被评为全省第一批全面小康达标县。第三位，苏仙区。苏仙区别称涪城，地处湖南省南部郴州市中部，湘江支流涠水上游，北与永兴县接壤，东与资兴市相连，南与宜章县交界，西与北湖区、桂阳县为邻。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，苏仙区常住人口43.58万人。苏仙区总面积1342.27平方公里，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18.1亿元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7.23万元。苏仙区辖6个街道、8个镇。苏仙区是郴州市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苏仙区以天下第18福地、苏仙岭风景区冠名。苏仙区境内京广铁路、京珠高速公路、郴甬大道贯通南北，郴资贵高等级公路、厦蓉高速横贯东西，区、乡、村公路纵横交错，北上武汉，南下深圳，东至赣州，西到桂林，均可朝发夕至。苏仙区是沿海进入内陆的要塞，素有湘南门户之称。第四位，资兴市。资兴市位于湖南省东南部，资兴是郴商的发源地之一。
资兴市地处湘江流域涞水的上游，在罗霄山脉西麓察永盆地南端。资兴地处湘粤赣三省市交汇处，东临桂东县、株洲市延陵县，南接汝城县、宜章县，西连苏仙区，北抵永兴、安仁县。资兴总面积2746.79平方公里。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，资兴市常住人口32.3万人，地区生产总值326.83亿元。资兴市下辖二乡九镇二街道。资兴市名优特产主要有杨梅、东江鱼、狗脑贡茶等，风景名胜主要有东江湖、寿佛寺、回龙山等。第五位，桂东县。桂东县位于湖南省东南边陲，罗霄山脉中段，湘江支流涞水上游，东与江西省上游县、崇义县、遂川县为邻，南临汝城县，西接资兴市，西北连株洲市延陵县。桂东总面积1451.56平方千米，下辖11个乡镇、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及一个国家级森林公园。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，桂东县常住人口21.23万人，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6.15亿元。桂东县交通四通八达，北上长沙，南抵广州，西接资兴，东至江西，交通枢纽的区位优势极为突出。桂东县是一类革命老区，也是党的群众路线发祥地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颁布地以及工农红军长征首发地。桂东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毛泽东、朱德、彭德怀、陈毅、任弼时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桂东开展革命活动。以上就是湖南桂新高速项目将会要途径的几个地区，也是经济将要腾飞的地区，其中有你的家乡吗？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对于这条高速公路你还有什么看法和意见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